愉快的一天又开始了呀，兄弟们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好像有人在炸我家。耶，我家楼下前面怎么有一个人？他拿着 RPG 正在炸我家，这啥意思啊？喂，大哥，你炸我家是啥意思呀？你谁呀？你在我的地盘上建家的，赶紧搬家。不是啊，这里啥时候成你地盘了？这里是我家，这里肯定是我的地盘了。什么叫这里是你家，这里就是你的地盘？我的家建得比你还早。少废话，我现在有点事要出去，回来的时候还看见你没搬家就把它给炸了。不是啊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明明是我先建家在这里的，你后面才建的。喂喂，别走呀。可恶啊，这小子开车出去了。呀，这小子啊，刚才是从车库这里开车出来的，那他等一下应该还会再开车回他的车库。哎，有了，咱们从背包里拿出一点地雷，往他家的车库放上一点点地雷。好的，地雷放好了啊，等一下那个小子一从别的地方开车回来，他就会进他的车库，等他一开车进入他的车库，就会压到里面的地雷，压到地雷后就会引爆地雷，然后地雷就会把他和车直接给炸飞。好，现在已经准备好地雷了，咱们先回家，先上我家的楼顶，在这里等着他回来。 Later. 等了这么久，这小子终于开车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小子开的车怎么有点像那个啥车呢？好，他准备开进车库了，漂亮！一开进车库就引爆地雷了啊！好，他现在已经被炸的 BBQ 了。好的，咱们再从背包里拿出 RPG， 先换上一套新的衣服，换上一套紫色的小衣服，然后再拿着 RPG 把他家给炸喽！来，先来上一发。好，再来最后一发。漂亮，他家已经被我炸得差不多了，那咱们的话再给他准备一个新的套路。咱们先来到附近这里，在这里拿出蓝图。